来看全国 NGO 环境会议，今年是伫彰化鹿港举行。十五个环保团体哦，伫会议进行先去公所游行，成员环境岛、环境顶焚化炉自救会，要求讲即案得爱提案，唔通造成彰化的空气品质搁再恶化。我要健康，我要健康。十五个环保团体手举的标语，甲各色的道具，是鹿港顶公所游行一连象征。代表制作安全的结界，抵抗正定焚化炉入侵。第二十一届全国 NGOS 环境会议，二十二号起两天伫咧彰化鹿港举办。环团是特别来声援当地反正定焚化炉抗争，而且强烈批评执政党承诺跳票。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他在选前的时候公开承诺，就是说正定焚化厂绝对不会盖。好，他结果就是选后竟然就是。并没有，就是说要求经济部去撤案。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是认为，全国每年有2000多万吨事业废气物被气化。彰化县最近去予瑞士空气品质追踪业者报告，列为台湾空品上歹的城市。不应该将焚化炉设立伫咧环境生态已经过量的彰化。是挑软的吃嘛，就在要在山壁那边设。我是觉得这个设下去的话，未来还是一件一件会来。其实我们废弃物应该要怎么样去减量，怎么样去回收。人是每天都要呼吸的。包括动物，包括养殖业、畜牧业，他们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坚决的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重污染的工业不要再设在彰化县了。反正定焚化炉自救会是感谢各界支持，强调酪农牛只受到空污的影响，部分已经得到呼吸道的疾病，更加让育成率为95%下降到80%，严重影响产业发展。呼吁政府应该让反正焚化炉撤案，也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记者彰化报道。来看瑞士一间空气品质科技公司哦，公布一份全球的空气品质报告。以2023年 PM2.5 来看，台湾空气品质上歹的前三个都市是彰化、台南甲屏东的东港哦。环境部佮彰化、台南市政府拢质疑这份报告的准确性。环保团体是批评讲，公部门的态度应该是爱检讨来改善空气品质才对。空气当中一片雾茫茫，台湾西半部之一空气品质不好，瑞士空气品质追踪业者 IQL 最近公布2023年世界空气品质报告，其中台湾空品上歹前三名都市分别是彰化、台南、甲屏东县的东港。彰化县环保局马上发新闻稿反驳，数据甲国家测站差真济。彰化县从107年的时候 PM2.5 是21.3，到去年底已经降到16.4微克，是 PM2.5 减量的前段版。以2023年 PM2.5 数值来看 ，IQL 资料显示，彰化每立方公尺有14.5微克，台南市13.9微克，不过两县市环保局测站资料算是16.4微克甲18.2微克。即期即间被空气清净机的私人公司数据来源有61%是低成本空气品质监测器，每定期反映真实状况。环境部的国家测站的数据，我们以去年112年是18.2微克每立方公尺，差距甚远。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批评，环境部伫彰化县只有彰化、关林、山西、基林、大城国测站，伫彰滨产业园区要公设微型空品监测器，保障传统测站密度不够。政府也参考 IQL 报告大数据化整体趋势来改善，毋是质疑伊的精准度来下体。国外的网站，它其实是有架设非常多的微型感测器，是在台湾的，就是有参考的价值。那你不应该去质疑说它的数据有问题，可能太高或者怎么样，你应该去讲说，那既然这个数据那么多的大数据里面可以看到彰化的空气污染就是这么严重，那你应该要想办法找出要怎么样降低污染的，不是去质疑它的数据，这样没有意义啊。吴慧君强调，彰化县北边有中火，南边有6000，境内一个高位焚化炉，呼吁爱管控污染源，唔通模糊焦点。记者综合报道。